王一博效应再度上演，不愧是娱乐圈的体育生。这位全能型选手又在高尔夫界掀起了一阵旋风，他的一段高尔夫挥杆视频瞬间引发全民模仿热潮，传播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这不，从广场舞大妈到办公室白领到摩托车手，大家都在模仿他的挥杆动作，仿佛一夜之间全民都成了高尔夫高手，有不少人都在打卡王一博打球的地方。这破天的富贵让高尔夫球场瞬间乐开了花，这几天人气爆棚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对此，场馆负责人都激动到赶紧回应网友的各种提问。他在视频中一本正经地评价，王一博的柔韧性简直就是软体动物级别的，挥杆框架稳得像座大山，水平嘛，可以说是业余中的战斗机。这评价听起来就像是在给王一博颁发一个跨界高尔夫手的奖杯，夸赞王一博的技术不错，果然有天赋就是牛的一笔。接下来是那位可爱的小朋友，他的妈妈看了王一博的视频后，觉得自己挥杆的样子像是在打太极，打得不好，于是决定让儿子来模仿。小朋友挥杆的样子简直就是未来之星，虽然球杆比他还高，但他那认真的小眼神仿佛在说，别看我小，我可是要成为高尔夫界的王一博。王一博效应有种魔法一样，会很快传播开，带动全民参与。他在街舞圈一跳，大家都跟着节奏摇摆，引发全民热舞。他在摩托车圈一加速，大家都想骑上摩托去飙车。他在影视圈一表演，大家都被他的演技所折服。他在滑板圈一滑，街头到处都是滑板的身影。现在到了高尔夫圈，他的一挥杆，连公园里的老爷爷都开始练习高尔夫了。哎呀，想象一下，王一博一边挥杆一边搞笑地说，看我这招一博飞天，球不进洞我进洞。王一博这个运动少年总有使不完的牛劲，他会把自己喜欢热爱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。他是流量却高于流量，从跨圈到破圈，总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。他是年轻人都追捧的偶像，更是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传递出无限乐趣的人，难怪备受青睐。干一行爱一行，王一博说到做到。做演员，他用演技和作品替自己说话；做爱豆，他用舞台和业务能力回馈大家。娱乐圈中多一些这样的艺人才好，没想到打个高尔夫就能引发这么多人参与，更别提他的街舞滑板了。王一博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，确实是让人望尘莫及。如今随着追分者的火爆出圈，王一博显然成了全民偶像。哎呀，有种说不出的骄傲。